太太。好了，现在茶厂归你了，我等着你的利润呢，你可别让我失望啊！谢谢您，李太太，我一定会做好的。好。醒醒啊！你起来，老公。哎，怎么了？你起来。老公，我跟你说，老公，咱们家又发财了。我刚刚睡不着，我一闭眼就在算账。哎，咱们家现在虽然过得紧巴点吧，但是那茶厂半年就能回本，要是咱们做得好的话，一年利润就能翻番。你想没想过，到了明年这个时候，咱们家不得了哎。老婆，我说你是不是魔怔啊？那茶厂你实地考察过没有啊？你就笃定捡个宝？这你就不懂了，那可是李太太，太太圈最牛的一号人物。牛牛牛牛牛！我好困啊，老婆，能不能睡觉？哎呀，老公你别睡。牛牛牛！啊！那我再去把账算一下。这次能多待几天吧？没有问题啊，前一阵做了几笔投资理财，赚得很好。一定是你忘我。开车呢？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，想去的地方，随你挑。想要个男朋友。为什么老要纠结这事情呢？我想要个明确的关系，很奇怪吗？我就是想听从你嘴里说出来，我们俩是男女朋友关系。我还以为对感情这件事，你我一样成熟，不追求某种约定俗成的叫法。我不想再这样暧昧不清。在我朋友问起我的时候，我都没有底气说我自己有男朋友。我妈让我去相亲，我都没有办法理直气壮地跟她说我不去。我就是想你大大方方的告诉大家你是我男朋友。没有问题啊，我现在就可以去见你的朋友，我没有当隐藏情人的意思啊。好啊，什么身份？暧昧对象吗？我想要谈正常的恋爱，稳定的关系。我不想要一开始就带着卑微和委屈。始乱终弃是因果关系。你在欺负我的中文吧？既然你听不懂，那你就下车吧，我要回去上班了。好好的为什么要吵架？并没有好好的呀。我的店里来了个年轻的上司，彻底堵住了我的升职之路，还要处处刁难我。我也不能再让你这么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了，感情和工作我总要抓住什么的吧。而且我快三十了，我耗不起了。你为什么把车停到这里，不停到停车场里去啊？喂，喂，曼妮，这件衣服色系不对啊，怎么能放在这个位置？王曼妮，无故迟到。根据公司规定，要开一张店铺罚单。你可是迟到了15分钟，
不算冤吧？那个你，他平时不迟到的，他今天肯定有什么特殊情况。我知道，以前的副店长对你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你们才会这么松散。迟到早退，过了午休时间不归店，你们打心里觉得这没什么。但以后在我这儿不可能，我要重新规范请假制度。我有必要提醒一下各位，三张店铺罚单换一张总部罚单，集齐三张总部罚单就会直接被开除。如果你们有谁存有侥幸心理的话，我欢迎你们来试试。这次的销售黄金月，我希望我们店的销售额能够排到总部的第一名去。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打起12分的精神，谁也不许拖大家后腿。裁员在我这儿的唯一评判标准就是末位淘汰。啊，末位淘汰是什么鬼啊？这不是存心让我们内部搞分裂吗？还什么销售额排第一，故意给我们施压了。争第一不是针对我们，他是新官上任，想在总部亮相，要我们整个店给他背书呢。哦，那我们就要配合他，迟到他都能开罚单的，完不成业绩，末位淘汰，他一定干得出来。年纪轻轻也太狠了吧！谢谢光临。先生你好，请问您需要看点什么？女生用的东西。没问题，这边请。好。这些都是我们这季的新品，您看看有什么喜欢的。还有这个吧。好的。好，谢谢。可以吗？啊，可以。这几件包起来。先生，我们这些饰品也是刚刚到的，您看看有什么喜欢的。哎，好像这个蛮不错。啊，好，我拿给你。OK。好，那我给您包起来。好。先生，您要的东西都包好了。这边方便留您一个微信吗？以后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可以直接帮您推荐。不必了。这个颜色特别的好看，挺适合你的，你要不要试试？这些都是送给我女朋友的，她收下就 OK 了。谢谢大家对我女朋友的照顾啊。你应该是副店长吧？不好意思，想跟你请10分钟假，借用一下曼妮。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这个位置离电梯最近，租了1年时间。以后你不用停在马路对面了，是我考虑不周到，心血来潮买辆车，没想到会加重你的生活负担。我应该更细致，更有耐心的。我一直能感觉到，你对我没有完全放开内心，或者说。总是带着防备，可是我有时间用内心慢慢捂热你。我知道你有多么在意女朋友的这个称号了，虽然刚才的方式有点过分，但我就是想让你安心。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是男女朋友关系了，你可不可以不生我的气啊？
有这么高兴吗？当然了，我今年正式脱单，有男朋友了。哎，买个气球，多少钱？10块钱三个。啊，扫码是吧？哎，扫一下。好了。好，给你。谢谢。不谢。哎，你看。曼妮啊，有件事，我觉得我们是男女朋友关系，要跟你先说清楚。什么事啊？我不会结婚的，我是一个不婚主义者。什么不婚主义啊？不结婚？那是不会跟我结婚，还是跟任何人都不行啊？我之前一直回避男女朋友这个问题，坦白说，我是怕关系一旦确定，你就会有所期待啊。我觉得应该先把我的立场表明。在很早之前，我就确定自己不婚，为了是追求更纯粹的关系。人呢，不应该为了制度而爱上。不婚的意思就是不用负责任，爱了就在一起，不爱了就散了，是吗？哎，结婚就能永远在一起吗？那我换个问法，结婚就能保证永远相爱吗？哎，你看，从精神到形式，婚姻都给不了任何长久保证。至于这种经济保障，多半要在离婚的时候才能实现。我财务自由，我喜欢你啊，就这两条，比任何形式都有保证，对吗？吃饭了没？哎，你妈今天来做饭了啊？啊，我妈来了。嗯，那你跟她说什么没有啊？我什么都没说，我说你今天加班。哦。
哎呦，你妈今天做这菜不错呀，荤素搭配，还各种颜色都有。哎，还有回锅肉呢，哎，好长时间没吃过你妈做的。移居合约。你说你妈今天来做饭用了这些厨具，咱俩谁收拾了？你说你妈今天来做饭用了这些厨具，咱俩谁收拾了？谢谢你啊，钟晓芹女士。香，好吃。哎呦，你这样一杯一杯的，我们后面人怎么喝了？王经纬，你也太不厚道了啊！我不厚道，你才不厚道呢。我怎么不厚道了？你说你怎么不厚道？这明明是徐总给你安排的工作，你转手就把这烫手山芋丢给小琴了。哎呀，你说这个事情啊，这叫能者多劳，晓得不啦？能者，这小琴啊是够能的，能忍。哎，你到底什么话？哎，小钟啊，别瞎问啊，没什么好事儿。哦哟，你不要夸大好不啦？哎，小钟啊，其实啊就是这个合约到期了，老商户呢不肯涨租续签呀，那咱们呢又不差这种排着队的新商户了，对吧？哎，就是让小琴去谈撤店的事情，撤店。哦。弟弟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这新来的还不了解情况，这事儿啊没那么简单。这么跟你说吧，这谈撤铺啊，就跟拆弹专家去谈判一样。哎，就算你运气好，遇见这拐拐听劝的，你也得费劲善后。那你想想，要是遇见不听劝的呢，很可能分分钟就炸了。我跟你说，总归啊，这个就是我们部门最受累、不讨好的工作。记住了啊。我知道，每次商场活动您都是最配合的，从来都不为难我。但这我的店跟你们商场是一起开业的，对吧？嗯，对。刚来的时候你们这儿可是冷冷清清的，我一直跟你们干到现在，哎，有9年了，对吧？你们商场现在做的高端大火了，可是租金我是不是也跟着涨了？可我实话告诉你，我现在真涨不起了，再涨下去，我这店里边成本我都包不住。你今天不是也看了吗？我店里边的生意情况了。现在实体餐饮店被外卖挤兑的生存都困难，你们商场就不给点优待吗？您说的我都理解，但是我的立场也真的很为难。那也得容我做了这个黄金月了。我之前跟领导真的申请过，但是因为您上次的态度也特别强硬，完全都不配合我同事的工作，所以他也有些不满，就在那个时间上面卡得特别严，嗯，就是按合同来，一天都不能多给。那你还来谈什么啊？请你出去。希望您能配合我们顺利完成交接，您有什么困难，嗯，或者说是有什么方法能让您更多的收回资产，我都特别愿意帮忙。不用，我真的不用，请你出去好吗？要不然我送送您。来来来，请请请请请，来来来，请请请，甭给我来这些虚头巴脑的事儿，来来，出去出去。哎，怎么对女孩动手啊？哟，还带着人来的。我要告诉你，要么你们现在就把保安找，把我和我店里的东西都扔出去，要不就赶紧给我滚蛋。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呀？我还告诉你，按照合同我还有10天时间，在这10天里我请你们别在我店里边瞎晃悠。
你别管我在店里边干什么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不懂拒绝，迟早出事儿。说你，干什么接这种活？李姐都拜托我了，她之前已经谈僵了，这事儿不能这么一直拖着吧？我就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去试试，而且之前续约啊活动都是我跟这个店长谈的，我以为能好说话的。知道为什么有种职业叫裁员官吗？这种砸人饭碗的活，熟人最不好下手，一掺感情准完蛋。他刚刚说那话什么意思啊？他还能在店里干嘛？那可是饭店，不光能炒菜，还能点煤气罐呢。你别吓我。这次可真有点麻烦了。谢谢啊。你好，我今年就要35岁了，这是我的驾照，有5年驾龄了，没有发生过事故，小刮小蹭也没有。那是我的英语考级证书，口语还算流利，和小朋友交流应该没有问题。还有这些育儿证啊、小儿推拿证，都是自学的课程，像营养配餐这些，我也是专门去学过的。还有就是我的护照，啊，里面美国、加拿大、日本的多次签证都是在有效期之内的，是上一家雇主帮我办的，能满足你们随时出国的要求。您这个资历真的是挺棒的。上一家雇主呢，他们出国移民，不然的话也是会继续做下去的。里面有一封是他们写的推荐信。我想了解一下关于您薪资。我上一家是1个月12000。你是谁呀？宝宝，妈妈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梅姐。跟梅姐打个招呼。你好，你是不是叫徐子言呀？我讨厌你。师姐，不许这么没礼貌。妈妈，你是不是不接送我去幼儿园？你是不是不要我了？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呢？还是请你先回去吧，我和他妈再商量商量。啊，儿子。爸爸带你去打怪兽。走。好好，我们不要阿姨，不要阿姨。我要妈妈，我要妈妈。妈妈不会不要你的，最爱你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没事儿。回来了。吃饭了啊？你别扛着了，你那份我都做出来了。我不想吃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我可能把一个工作给搞砸了。怎么回事啊？跟我说说。是这样的，我们商场有一个客户的那个店铺合约到期了。正好赶上我们那个商铺要涨价了，他就不同意涨价续租，那我就只能去跟他聊撤店，对不对？我今天去找他的时候，他就直接跟我说，反正你别管我会干出什么事儿来，我们现在就特别的担心，你不知道他能干出什么来啊。以前我跑新闻的时候，这样的情况我也遇到过。真的？咱说实话啊，一般人不会走极端，但是现在人呢，生活压力都大，心里都脆弱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这店长万一要走窄了，那我怎么办呀？这样，一会儿我呀给你写个东西，我把这里边的利害关系讲清楚，让这个店长呢至少能有个理性思考，别一时冲动再办了傻事儿，然后你啊把这东西拿微信给他发过去。你还是发语音吧，语气要委婉一点，姿态要低一点，至少让他别对这个文字产生什么误解。你真愿意帮我呀？废话，
我可不希望我编的片子里你是主角。我现在就给你写去，你先吃饭啊。真的是吃不下。你先吃两口饭，生着气又不能解决任何问题。电话。坐。好好吃点饭。你要不吃，我可不帮你了啊。谢谢。谢谢。干嘛呀，许幻山？出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动疼我了。顾佳，我今天明确表态。我不同意找育儿师，我也没想到儿子会那么抵触。别说儿子抵触了，我都接受不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你听好了，从孩子长到现在，都是你亲力亲为，我知道不容易，可是你不能说甩下，把儿子当包袱就丢了吧？育儿师可以不亲，但话不能这么说吧？什么叫我丢包袱啊？是。就你找那育儿师，那条件是挺高的，可他说那些事儿，你个当妈的做不了吗？啊，非得找一个外人来做啊？不是当妈的事儿就可以挑理吗？那你当爸的事儿是不是也得一样？你现在来搞这些什么性别绑架，那女人出去打拼牺牲掉陪孩子的时间，就是我们的罪过了吗？谁规定只有男人可以出去打拼的？那要不咱俩换换？你看看你，你看看你最近都成什么样子了？家里搞得天翻地覆，公司那边你逼着财务给你打款，你最近状态有问题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人支持我。从我想做茶厂起，你说过一句鼓励的话吗？你以前做的事情，哪一件事情我不都是全力以赴帮你实现？还是你觉得你就是这个家永远的主角？我就得全心全意围着你转。你别把这话题扯远了，我现在说话你听不懂了吗？咱俩现在是不是沟通不了了？是不是沟通不了了？你还能不能让人说话了？一点反面意见听不进去啊？啊，说一点你就要怼回来，心里就不舒服吗？我知道，不就是因为乐园的单子吗？让你心里不痛快了。没错，就是因为人家没看你的设计稿就签约了是吗？不止这些。自从搬这个新家，你认识那什么王太太，走捷径走习惯了吧？哎，我还告诉你，你听好了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抄近道，明白吗？徐华山，你以为我愿意啊？我天天去求别人，为什么呀？还不是为这个家好，为公司，要不公司的员工去喝西北风啊？你现在说这些话，你不亏心吗？你最近说这话说了一百遍吧，数没数过？快成口头禅了吧？顾佳，在这个家我什么都可以听你的，唯独在养孩子这件事情上不行。我能预见到的就是，照这个节奏发展下去，不是育儿师的问题。你是不是要把儿子带到澳洲我爸妈那儿，你就能毫无顾忌的想干嘛就干嘛了，是不是？说孩子要放到你父母那儿。那育儿嫂什么意思呢？你说过你要想……哎呀，徐华山，我不想。你告诉我你现在干嘛呢？我没有跟你吵，说事实。
你怎么不睡觉跑到这儿来了？爸爸妈妈，你们别吵了。泰迪的爸爸妈妈经常吵架，都不要泰迪了。你是不是不要我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爸爸妈妈以后不吵架了啊，不吵了。走，回屋睡觉去好吗？好。好喜欢你呀，妈妈也喜欢你啊。我不喜欢那个阿姨。那妈妈答应你，就不让她来了。耶！那么高兴啊？啊？快点，把手给我。好，我不动。真的不动啊？不婚主义。这一上来就把路给堵死了，还怎么往下谈啊？我倒是觉得，总比骗他个三五年再说实话强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总有种泄气的感觉呀。曼妮，你自己是怎么想的？梁振贤这个人，满足了我对伴侣的一切的想象。除了不结婚，可谁又说得准呢？说不定哪天他听了首歌，看了部电影，经历个生死，就又想结了呢。也有可能，丁克都能白丁，不婚族没准哪天就想结婚了。所以我不能放弃，真要有那么一天，他想结婚的时候。最起码他身边是我吧。他要这辈子都不结婚了，你怎么办？跟他耗下去？那我也不结了呗。那你可得想好了，他既然说婚姻是什么经济合同，他连这份合同都不愿意签，怎么给你保障？那天他还带我看了一场歌剧。我觉得爱情就应该是这样的，爱情应该是纯粹的。我想我们俩享受在一起的时间就好了。如果梁振贤今天不是一个财务自由的 ABC， 他说出不结婚，你会同意吗？这个人当初吸引你，不就是在邮轮的行政舱吗？干嘛现在又拿爱情来说事儿？顾强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我图他钱啊？是真闺蜜，我才提醒你。你要是真图他钱，我反倒觉得没什么损失。现在明摆是你自己陷进去了，你被他牵着鼻子走。对于一个不结婚的人来说，你全情投入、敞开心扉，你不怕自己受伤吗？所以呢？所以我就应该只是玩玩，捞点好处，别动真心。顾家，我觉得你最近被那帮有钱太太洗脑洗的，好像觉得任何事情都应该用利益得失来计算似的。曼妮，你要这么说，你真的是曲解我的意思了。曼妮，午休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先回去吧。走吧，走吧，走，走吧，赶紧回去了。快，我们先走了啊。别生气了，顾顾肯定是出于好心，他担心你。你不觉得他最近就像病了一个人一样吗？是有点让人害怕，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咄咄逼人的样子。也对，可能就是顾家看穿了我，所以我才生气的吧。
小琴，但是走到现在，我真的觉得我以后不可能再遇到一个比他对我更好的男人了。他对我说出不婚的时候，我就是这么想的，我愿意，哪怕最后竹篮打水，什么也得不到。我就是单纯的想跟他在一起啊。婚姻真的就能绑住两个人吗？不能，这事儿我有发言权。所以你说我争取这个干嘛呀？能遇到这种不求结果的爱情也难得，反正我这辈子是遇不到了。你就随心吧，我会陪着你的，姑姑也会的。妮妮啊，最近怎么样了？有男朋友了没？有了。啊？有男朋友了？哪里人？多大？条件怎么样？37岁，嗯，还行吧。哎呀，妮妮啊，你知道妈妈有多高兴吗？你终于有男朋友了！哎呦，我真是开心死了。哎，不对啊，妮妮啊，你是不是为了不回家你骗我的？这样可是不行啊。那我就让你们见见呗。等你有时间，你来上海。不过我们现在刚刚确定关系，你等我们再稳定稳定。哎呦，妮妮，你说这是我们家头等大的喜事了，我得赶紧告诉你爸爸了。哎呀，我真的好开心啊！你都快30了，早就该结婚了，婚姻大事一早不宜晚。我赶快把这好消息告诉你爸爸去。陈宇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以前咱俩没离婚的时候，你也没关心过晚饭啊。要么就在单位食堂吃，要不就等着我做，再不然还有我妈一个星期来两回呢。你说现在离婚了，你倒办上了，你要改行啊？哎，我买的新出的小龙虾馅的饺子。煮的有点多，要不然你帮我吃俩得了。我吃应该的，这都是我以前给你做早饭、煮面条、炒米饭，你该还的债。还是好吃的，你做饭挺有天分啊！那天又给我装酱了是吧？我跟你说啊，做饭这事儿确实挺有成就感的，尤其是碰上一个从女儿国来的天蓬元帅。你骂谁是猪呢？真是的，会不会说话呀？我嫂子怎么说也是嫦娥，你是那天蓬元帅还差不多。哎，嫂子，哟，今儿吃饺子呀？你臭小子什么时候来的？我跟门口站半天了。你在门口干嘛？你偷听我们说话呀？你小子今天干嘛来了？蹭饭呀，这么明显看不出来啊。以后别不打招呼就来啊。我以前也这样，我今儿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哥，你跟我嫂子吵架啊？